佑轩老师他在早年的时候呢，他其实专业是在化学，那所以他同时有科学家的一个实验精神，然后也有创业家的一个持续执着不懈。那大家会看到这次的展览呢，我们是以意境这个来做主题。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展览的作品好像都是以景为主，其实呢若轩老师的作品啊是非常多元化的，他其实很多是描写心，甚至会探讨一些虚实相关的东西。老师的一个那种超敏锐的一个感觉，然后去帮大家呢对一个地方的一个共同印象，不管说你去过或者是说没有去过，一个静止的页面，可是你却可以感受到一个那个画面的生动，主要在说他对画面的一个意境的营造，赋予那个画面的一个灵魂跟精神。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用自动性的一个技巧，那辐射出一个很丰沛的一个巨大能量，那大家可以在那个转瞬的一个那种视觉的一个变化里面去感受它的一个速度的张力。这个作品呢，它是有一个毛细孔一样，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可以呼吸的。展出顺利呢，我还要感谢刚才那么多的美女在背后的支持协助，这一次的展出比以前更专业更完美，我要感谢我的先生，这几十年来他很认真地带我四处的去旅游，这个旅游很重要，对我们创作者来讲它是一种灵感，也是一种动能。